对，又来了。今天要介绍这个高锥的叮当车，你到高锥，这个可以分离的，它是三个物件啊，遥控器，然后一个，哎呦，小主机，那你们的没有宝刀啊，一个洞，然后吸进去。好久没有介绍产品了、然后这个底下是三颗电池，一般大的电池，然后这个遥控器是两个，一开始我们开电，可以切花哦。还可以换灯，重来就重这里，还换音响就行了。然后这个也可以，三个。14，太好。然后这前进，这是前进，然后这边一起后退，前进。速度还蛮快的哦，我们坑了你，坑了坑了站，步步车被炸了啊，好可爱，弯刀机帮我看多少钱，你看小哥，变成操作者了，我跟库里亚给你骂，给你喊灭没有，大叮当声叮当车，哦，给我掏金钉。我立刻也这样甩尾了，我们家的这个地方可能又要装轨道车了啊，啊你给弄累哦，那个交通的来扭，我可以甩尾，还蛮好玩的，速度很快哦，真的还行。前面有大灯哦，哦，小哥你安甩尾，大叮当那声，大叮当那声，小叮当，来来来，路灯弯道来把鼓弯，来来弯道来卡这样，这样这样塞了这样，哦，好厉害，二蹦，真的不错玩，哎呦呀，好东西。真的不错哈，啊，报告完毕。